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昨天我们在尖沙咀接到福利会的会所举办了第一次念佛共修，我原先想象当中是七八十人参加，出乎意外，昨天第一天居然有180多人，这是非常好的现象。而且每个人念佛都念得非常欢喜。听说昨天晚上还有不少新报名的，今天会有200多人。那么由此可知，香港这个地区不是没有念佛人，而是缺乏道场，缺乏人带动。我们在讲习当中讲过多次，求人不如求自己，我们自己肯发心热心的带动，不要以为自己没有能力没有财力，没有人支持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也没有能力，也没有财力，也没有人支持只是一腔的热心而已。学佛这么多年来，我们明白了，清楚了，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。大乘经上常讲的清净法身，就是指这段事实啊。所以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给我们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。一切众生的思想活动给我们息息相关了。众生思想错误了，做得错了，说错了，不是他错，是我们自己错了。真正修行人不会怪责别人，他一定是回过头来反省、检点、忏悔、改进，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好，我们影响了他了。人人能觉悟，人人能回头，诸佛菩萨的清净国度极乐世界
就现前了。我们修行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不只是这一生的，每一位学佛的同学，发心受过三皈五戒，佛受过了，都是多生多世无量劫来修学的善根福德的发心。那么既然是无量劫累积的善根，为什么我们没有成就呢？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实在讲，就是把所有一切的过失啊推给别人，所以自己修行没有能证果啊。凡是修行正果的人，一切过失决定不会推给别人，而恰恰相反，一切善事是别人的，一切过失是自己。我们如果把这个观念扭转过来，我们这一生就能够得度啊。人生苦短，佛经里面讲，世间无常，过途为脆，这些话大家都听得耳熟啊。但是没有在意，如果我们细细计算一下，就觉得佛这个话说的分量很重，绝对不能够疏忽。百年才36000日，十年3600日，你说这个数字多少？给你36000块钱，一天用一块，没多久又花光了。这样才能够真正觉悟到人命无常，人命的短促啊。怎么能不爱惜光阴？哪有时间去打妄想？哪有时间去搞是非？处理生死，永脱轮回，就要在这一段短短时间当中去完成啊。就算你是个长命，你能活到100岁，36000日，你每一天睡觉8个小时，就糟蹋了1/3。12000日没有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
做一些无意义的工作，至少又糟蹋了一半。换一句话说，在一生当中，你真正能够使用的时间很短啊。20分之1都不到啊。这20分之1的时间，如果真正能够控制掌握住，我们这一生呢，就决定有成就。年轻的时候，没有人教导，不知道这些事情啊。中年以后接触到佛法了，对佛法解得不够透彻，认识不够清楚，也把时间糟蹋掉了。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已经到晚年了，所剩的时光无几了。这个时候还要随顺习气，随顺烦恼，不知道如理如法的修行，这一生又空过了。这样的机缘，不是每一生每一世都能遇得到的。就算你这一生修福，来生得人身，你投胎投到外国去了，一生都遇不到佛法，这种可能性太大了。你怎么可能会知道来生呢就能够投身在有佛教的地方，投身在有佛法的家庭？不容易啊，这个几率啊，机会比率太少太少了。难怪彭济清居士说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这是说这个因缘。无量劫稀有难逢的缘分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了，遇到了不知道珍惜，你说多么可惜。哪有时间管别人的闲事？就算做一桩好事，布施供养，那个心还牵念着，我布施的有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？你还念念不忘，着相布施啊！你有没有记住佛在经上讲的话？着相布施是人天福报，不能出三界。世尊22年为众生讲般若经，22年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两个字，叫我们放下了。放下什么？大家听多了，也听熟了。放下妄想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。我要发考卷，用这个题目来考考大家，大家都会答了。你们考卷都是满分的，都是100分的，可是你做到没有呢？
做一点点好事，念念不忘；做多少坏事，忘得干干净净。这个是《般若经》上讲的智慧吗？我这一生在新加坡遇到一位法师，坛禅法师，我也常常提到这个人，这个人值得我们尊敬啊。他最大的长处，布施之后就忘记了。他说的很好，这是过人是过人的因果吗？坛禅法师的布施手笔很大了，每一次供养布施啊，每斤都是几十万、一百多万这么布施的啊。他布施出去之后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绝对不会去过问。哎呀，我供养你这么多钱，你做了些什么事情啊？他连这个念头都没有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：我布施给你我的因果，你怎么去做你的因果。我是真心付托你做一桩好事，你愿意做吗？我帮助你做吗？至于你将来做不做是你的事情，你的因果与我不相干。这个心多清净啊！无量寿经教我们修的清净平等觉，我见到这个人，这个人真做到了，是一个出家人修行人的榜样啊！哪有念念不忘？你搞这种布施，你将来还在六道里面搞有漏的福报啊！有漏的福报到哪里去想？你自己冷静去思维，你这一生所造的行业是善多还是恶多？你有没有把握来生再得人生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得人生的条件是要具足五戒。这个五条你是不是真的做到了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这个偷盗包括漏税呀。国家要我们交税，我们想尽方法来逃税，少交一点，少交一块钱偷一块钱，少交两块钱偷两块钱。你是偷国家的，偷国家的财物，那个罪比什么都重。因为你偷一个人的，你将来还债还一个人；你偷这一个国家的，这个国家有多少人，你将来慢慢还吧。这佛在经上把这些事例跟我们讲得很透彻啊。偷三宝物，那个罪更重了。三宝物是来自十方的，比一个国家范围还大。尽虚空变法界，所有出家人，你都偷了他一分。所以佛讲啊，你造无逆罪，佛都有办法救你；偷三宝物，佛不能救。
啊，三宝物的来源是十方善心的信众他们的供养，啊，恭恭敬敬的供养，这种钱好花吗？所以一定要懂得因果，要知道报应呐，啊，要如理如法的修学。要肩负起因果的责任，你明白也好，不明白也好，因果的定律决定逃不过，不能说这个东西信就有，不信就无啊！那你完全想错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学菩萨。好事别人的，推给别人，恶事自己负责任。啊，我们自己没有修好，没有做好，让众生受这么多苦难。啊，过去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，没有人教我们。啊，现在我们学佛。佛是我们的老师啊，佛是究竟真善之师啊。每一天展开经卷，读一段经，就是亲近佛陀，接受佛陀的教诲。啊，我们明白佛陀的用心，依教奉行。做佛的弟子，天天亲近佛陀，天天不离开善知识，起心动念为虚空法界，为一切众生去着想，如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这是佛心，这是真心。除此之外，损人利己，是极恶之事啊！最不好的念头，这个道理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很透彻啊，因为。我们在六道轮回无量劫来不能够脱离，就是这一个念头坏了啊！无论你怎么修行，修得怎么好啊，持戒怎么样的精严，念佛啊怎么样的念得好啊，或者是参禅，或者是学密，不管哪一个法门，你学得再好，只要有一个念头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你所有的功德全部都废掉了，彻底破坏了啊！佛在经上讲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啊！你晓得贪嗔从哪里起来的？都是从自私自利里头起来的。我们要把这一个坚固的执着舍掉啊，放下了啊，换一个念头，念念为众生，念念为别人，
这个念头就是佛菩萨的念头了。这一个转变在佛法里面叫做从根本修。你是真正转过来了，才能成就一切善法。那么香港这个念佛刚刚起步，有这么好的现象，我就想到了怎样保持。如何能叫它相续不断？不但能够转移这个地方的灾难，消灾免难的，也能够消除整个世界苦难众生的灾难的。能够有多一个人发心，我们就多一份力量。没有这个能力，租借道场。刚才说过，租一天是一天的功德，租十天，十天的功德，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是尽我们自己的心力了，这个功德就是圆满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